久久不必了，没有消息，我就先走了。警觉性很高吗？要在酒里都不喝，还敢来我的酒店？喂，陆总，乔安宝来。看来陆总不怎么在意凌晨。陆总，失踪安保人员去哪里啊？ 他们学校有个冷库，温馨提示：人能生存的最低温度是零下20度。这不是库房啊！ 安保人员去哪里啊？这就对了吗？只是一点镇定剂，你会昏死过去。等你再醒来的时候，会从一个天之骄子，成为试图猥亵流言的罪人。只要陆总好好配合。 我会让人放了凌晨。对了，零下20度，只能存活20分钟。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你背上猥亵的罪名，要么让凌晨去死。我看你挺喜欢他的，牺牲自己吧。你让我选，我就选吗？ 英雄救美吗？从这儿过去，可不止20分钟。我劝你别两边都保不住。所以我不会在这里跟你浪费口舌。喂，陆总。凌晨在冷库。 林晨，在里边走到头。哎，你们干嘛？给我站住！林晨，哎，你们干嘛？站住！哎，你干嘛呀？哎，再这样我报警了！哎，再这样报警啊！